只能够插到这个程度的啊，再用力就插不进去了。好的，欢迎回到 Guest 的看一期少一期的玩具评测视频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来介绍的内容是这个 Deluxe On Juken Suzune， 没错，就是我们的这个新的假面骑士 Slash 用来变身的这把音枪剑吸音。这个假面骑士总感觉加个眼睛就像是 Exodo 里面跑出来的一样啊。那不过审美都已经被东映搞了这么多年了，动起来应该还是香的了。还是按照惯例，我们来快速的看一下外包装，正面、左边、右边、上面、下面、背面。那么外包装的介绍呢，就先到这里，我们直接把它打开，看下本体表现如何吧。那么打开来之后呢，这么一个大塑料壳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了。这一次真的是啊，整体看过去几乎是没有涂装的啊，除了正面的这一个电镀粉色以外呢，其他的地方都是一个塑料成型色。仔细看的话呢，依然是可以看到万代的防伪水纹。剑刃部分呢，依然是采用到了一个软胶结构，反面依然是有一些偷胶。理解理解，确实还是万代的味道啊。喇叭也是在背面，下面的握把部分呢是一个电池盖。这一次的这把剑呢，依然是没有给到一个开关啊，这里呢一开始有个绝缘条，把它拔掉之后呢，就算是打开了。然后同样附赠的呢，还有这么一本糖果屋的神奇书啊，这个我们放到边上，一会儿再来讲。先来听一下这把剑的单体游玩音效。首先呢，这把剑可以触发的按钮就只有下面的这个扳机了。剑的状态下呢，能触发的音效一共就只有一个。是一个剑的斩击音效。然后我们翻到后面来，看到这里有一个蓝色的点没有，把它给按下去，然后把剑刃往下拉。可以看到呢，它这个剑刃就已经展开了，里面呢是一个闪光贴纸啊，这个虽然看的不是很清楚，但是这个贴纸确实是闪光的。拉近点看呢，还可以看到类似于 MP3 的播放啊、快进啊、还有暂停之类的图标。枪状态下的攻击音效呢也只有一种，要变回去的话呢，还是刚才的这个按钮，按住把它往上推。剑的本体呢，大概就是这么样一个东西，我们把它放到边上，再来看一下书，我们直接来听音效。接下来呢，再来试一试变身操作，跟之前发出的土豪剑还有风霜剑一样啊，都是直接把它给放到上面去。不愧是叫这个音枪剑呢，整个 BGM 都是一个 DJ 舞曲的感觉，整体感觉还是非常酷的。只不过这个喇叭的音质啊，确实是不怎么样，这个真的希望万代能再改进一下呀。音效再怎么酷，摊上这个喇叭也会变得非常糟糕啊。变身完成之后的斩击音效呢，也是不会变的。把它给取下来啊，按这个按钮。必杀插槽呢在下面，可以看到这边呢有两个按钮。啊，你拿手指头去按也是可以触发必杀的。不过这里呢，我们为了有一点仪式感，我们就用他自己带的这个糖果屋的书来触发一下必杀，就对准插槽。它呢也是跟之前的土豪剑一样啊，可以释放三种必杀。然后是第三种。
那么这里还要再提一嘴啊，当你要用这个书去触发这个必杀技的时候呢，它是有一个最佳的插槽夹角的啊。什么意思呢？如果我插进去的时候呢，我用力的地方比较偏下啊，比如说现在这个样子，它是没有办法触发到这个书本的必杀音效的。想要触发这个书本的开关呢，你就把它稍微往上提一点，这个角度。这样子呢，才可以正常触发这边的一个音效啊，这个也算是一点小技巧吧。当这把剑呢变成枪的模式的时候呢，我们来变身试试看。没错啊，它的这个变身音效居然是发生了变化的，这可明明是一个很正常的应该发生的事情啊。但是之前的这个风霜剑它是没有这个功能的，之前的风霜剑呢，在一把刀和两把刀的情况下触发了变身音效都是一样的。那么这一次这把音枪剑呢，居然给剑和枪都配备了一种变身音，这个还真的算是万代用心了啊，真的谢谢你万代。还是一样，来听一下必杀技。同样呢，还是这三种必杀技。我们在翻到这把剑的背面呢，其实是可以发现的，它在这个剑的前面这个部分其实是有这么一个小凸起的。那么就会有人问呢，这边的这个凸起是不是可以跟侧面的这一个拔刀必杀槽进行联动呢？没错，它是可以被插到这个拔刀必杀槽里面去的，只不过呢，它因为没有这个 NFC 的识别功能，所以是不能够触发拔刀必杀的，这个只能作为一个收纳来使用，大家就知道可以放进去就行了。可能真的还会有人在问啊，只能够插到这个程度的啊，再用力就插不进去了，同样也不会有什么特别音效。那么其实仔细想一想啊，这一次发售的这一把剑呢，比起上一次的风霜剑还有再上一次的土豪剑，它的音效其实是有增加一个的，它呢是比其他的武器要多了一个变身音效的。就我个人看来哈，这个变身音效还是比必杀音效要响很多的，所以如果特别喜欢这个角色，或者是特别喜欢这个变身音效的话呢，也可以考虑收一个来玩一下的哈。嘛，毕竟是玩具嘛，买来之后自己玩开心就行了。我们来听一下这一个骑士书跟主角的腰带进行一下联动。总体来说是没有什么特别的，这次这把武器呢，其实我个人还算是比较满意了，真的只是因为它在剑和枪的模式下拥有两种不同的变身音效而已。现在我就是被万代搞得这么容易满足了，那真的是谢谢你啊万代。我还是那句话啊，买玩具当然要买自己喜欢的，买到了自己玩得开心那就是值。好，我是 Guess， 我们下期如果还有下期的话再见。